下班回来，我妈在这再算呢，一会儿再按算做饭。我今天买的那老头鱼和虾。擀豆面卷子了，这面现在还是热着呢，刚出锅的，蒸熟了再拿出来擀，撒点白糖，要不不甜不好吃。卷起来，卷完之后给它切成小块，酱焖老头鱼出锅，撒点蒜末跟香菜，上菜了。再来一个酸甜小黄瓜，大碴粥出锅。下雨了，外边咸鸭蛋，盛点大碴粥吃饭了。真是烧，先来个咸鸭蛋，咸鸭蛋这油，咸鸭蛋配大碴粥，来一口豆面卷子，软糯香甜，自己家做的就是比外边好吃。再来尝一下这个老头鱼，酱焖老头鱼比较香，爆炒小河虾，现在河虾是30块钱一斤。我妈今天这衣服妈啥时候买的？穿可好看了，这个色儿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你说好不好看吧？这个玩意儿没看好。你年轻10岁吗？